现在就开始抽卡啦，等一下哦。逃名什么戏啊？资管。好，我们来第一抽，目标是第二张不知火舞了，对吧？抽到时候就切上好了。好，我们先，我记得有一个暗号，我有点忘记，我上班去查一下。哇，这种老师的课必上，真的。就算想要翘掉，也是要跟他当朋友。什么戏啊？资管啊，资管啊，大蛇强吗？这个我们留到明天再讨论啊。我个人先给他就是还不错，可是不让人觉得满意的一张卡片。逃名实习最好拿分了，真的假的？名传啊，都要逃名啊，逃名啊。好，第二抽，第二抽，哪间大学就桃园名传啊？哎，有了，好吧，抽到八神爽翻，恭喜恭喜。我是建议啦，三大奖里面至少抽到两张，以免你以后想要玩拳皇队的话，没有两张没办法玩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五个账号可以收工啦。下左下右黄色，安安你好，安安你好。好，那我看到我们可以切账号啦。一抽不知火舞，恭喜恭喜。好，接下来帮我朋友抽吼。好，我朋友的目标是三种各一张，可是我觉得回帮他抽完整个时候还抽不到。你也只管不顾你大二了，哇塞，学长好。对啊，我上大学之后才知道，原来大学跟我以前怎么说想象中不太一样啊，就每天跑教室跑到一个累翻啊，跑整个校园。好，接下来是我朋友的账号哈，目前起抽两抽，嗨你好，好久不见，啊，因为最近开学再加上事情实在太多，所以真的就很少在拍影片跟开台，不好意思。哇塞，好啦，那我们现在是在抽我朋友的账号吼。好，还有总共有几颗石头呢？先把这个关掉。哎，看到了，你抽到了，干。30%学习总成绩可以拿，哇塞，这么爽。好，来，第一抽，那就吧，对，第一抽。好，我看一下哦，那个是什么？下左下右。下左下右黄色，所以是怎样？下左下右黄色，我还真的有哎，好，来抽一下。哇，不过我觉得他应该是每一张都没有啦，对啊，所以不管抽到什么，目前应该都是开图鉴，不是平科的，这么屌。宿舍长怎样？我没有抢到哎，对啊，因为怎么说，我有去抢。可是基本上他宿舍是不会开放给北部的人，应该先给南部的人，南部人就先那个。校园太大可以考虑脚踏车代步，哇，你想咧，我们校园是要往上走的，你脚踏车往上开你不会觉得累吗？嗨同班，真的假的，安安你好。班上有人认出我来吗？认出我来的不在班上，这样讲起来好尴尬。安安你好。好，第三抽。安安你好，安安你好，名传斜坡不能骑单车，你倒是可以反过来啊，就是你可以骑下山，然后你就一路停不下来，这样就下去。有了有了，好，第一张，因为他三大奖都还没抽啦，对吧？因为他想说等加倍，因为有这么多石头，为什么要等加倍？直接抽就好了。好，第一张大奖，目前三抽，两抽一大奖，三抽一大奖，对吧？好像也不错。第四抽，读平科骑机车，真的假的？三抽中八神火舞啊，人家是姓不知火名舞啦，对吧，啊，不要再叫火舞了。Hello， 好想跟你当同学，有没有搞错，啊，Hello， 无法连，看这么多人在抽卡，啊，好，第四抽转学啊，我是很想要去北明了，老实讲，哇，北明进多了，有人认错我是吕杰吗？天啊，想要汝窑可以输入那个，啊，暗号啊，不是什么下左下右黄色，知道吧？第五抽，嗯哼哼哼哼，嘿，为什么按不下去？哇，又一张包子。
名传必吃卤味卤一郎在哪里啊？给你当头要降三级，哇塞！哎，不要歧视大医生好不好？我大医生我才刚开始。来原字啊，中哇！有啊有啊，我蛋浆也有上啊，只是我没有去那个，我没有去蛋浆，因为我蛋浆选到的是资讯，哎、欸，你没有这张资讯科，然后全英语组，我是面试有过了，我是正取没错，可是那个我没有很想要四年都读英文，所以没有很想要四年都讲英文啊，那连看到老师都只能说 hello， 不能说 hi 了。哎，有了第二张，叮，好，我们升一张喽。草哥好像很吃队员，还好了，你把拳皇抽到的东西全部塞进去就可以玩了啦。原意也可以试试看，哇，推荐一下。嗯，有打算骑车去学校吗？我还没有驾照，呵呵，没有驾照。哇，又一张，剩下本命泰瑞真独行，哇塞，这么爱游戏老板，明天早吧，哇，明天没课，科科，啊，现在第几抽了？有没有第十抽？是不是很少开？没办法啊，忙啊，你也大四，现在实习没得上课，哇，老师好，吸附，哦，一堆雅典娜。可是说真的啦，我们第一个是我们课有时候会占用到中午，就是传说中的第二十节。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真的啦，那个学校人数实在太多了。啊，那个名传的餐厅好吃归好吃，可是有时候你中午一上完课，你走出来你会发现这餐厅塞满了人，所以你进不去。所以像我们今天就跟我们班上的同学，哇塞，我们今天就跟我们班上的同学一路走下山去吃那个意大利面，然后接下来再走回那个。教室里面，那走下山走一趟大概要快二十分钟，而且重点是我们是大概十个人，十一、十二个人在那边走，就一你就看到一堆很像八加九的家伙在那边走，然后那个餐厅老板娘看到我们一群人这样冲进来，搞不好本来是打算要休息的，就搞不好一群人这样冲进去，天哪！我要紧张才好，哇！你抽越多越好，加倍有感，可是还没有抽完，还缺一张那个学餐都会爆，真的，而且是爆到一个已经。每个入口通都塞满人了，也不是我在讲。好啦，第几抽啦？哎、欸，不知火舞，为什么我本账好了？我本账有抽到啦，所以大一到大四在外面很少在学校吃，没有，主要是那个走下去再走散，真的他妈有够累的，不是我在讲。一堆很像八加九家伙，没有啦，不是很像，就是一群，只差没有刺青跟拿棍棒了。哇！哎、欸，来一张八神啊！八神，拳皇队伍影片蛮实用的。五、哦，哎、欸，那个一堆乳牙，然后请他把五张全部练满，然后拿上来用啊！拜托，不连发，安安你好。啊，明天因为下午要开个会，可是我明天是半天课了，所以明天到家之后应该可以提早开台了，对吧？八抽零大奖 QQ， 三抽加倍无感，没关系，这个应该，哇三连发哎、欸，哎、欸、行不行啊？三连发、啊、大哥二阶堂红丸。我原本是玩 KOF， 我也不知道他是谁。三暗女一红啊，我应该复制两张就够，两张是很够了啦，对啊。可是就是怎么说？当你看到会摇的东西，你会想要多一点，没有啦？不是，刚刚那个我没有说。哎，下左下右啊，我不要，我已经抽到三张了，快吐了，我跟你讲。Hello。名传有人名传吗？我就是名传的、啊，安安你好，汝窑第三章收工，恭喜！好，下左下右，然后什么黄色？哎、啊，真的，哈
哇塞！哎、欸，我其实我觉得我不应该在生病的时候不要笑那么大声，因为喉咙会坏掉。明天是全网第一集吗？没有，其实理论上来说是今天。Hello， 行不行？再一次下左下右，杂戏之管，哇，包子晃到晕了，真的。哪个校区啊？陶明啊，对啊，就是每天早上他妈花快两个小时去，下次花两个小时冲回来。还好啦，我明天还好，礼拜五是半天啦，不然礼拜五上到六点真的会吐。好了，把暗号再输入一次。喂，长按绿色或蓝色会转超快，大量乳摇。干，仙女座，天啊！第几抽了？18，之船哎、欸，五。啊，如果有看到我的话，可以跟我打招呼啊，对吧？对，下左下右，对，我是应该按这个关，哎、欸，我可以按这个耶。啊，然后嘞，是要放开才会停止啊。哇！啊，干三缺一啊，而且已经不止三了，天哪！自攻系的安安。早吧，那天也就那节课。上上下下，上上下下什么东西？欧洲白皮书在哪里？最大奖是哪张？我是没有很 complain 说抽到太多了，只是目前还单调，还缺一张，所以还要嘞。上上下下，不是还有其他人的指令吗？下右，哎、欸，不下右下左黄。我刚以为又要来一张。哎、欸，不是还有其他人的指令吗？有人可以跟我说一下，就是像草剃跟八神的那个指令。然后我记得三个人都有啊。啊，八神太难抽了吧？有没有搞错啊？嗯。啊，再来一次，我最后一次输最后一次不知火舞的那个指令，不然到时候就来一堆。啦啦啦啦啦啦啦。哦，哎、欸，完了，我要输别人的指令了，不然到时候一直抽一堆这个。红色是草剃啊，对啊对啊。有课有啊有啊，早八按红色的哦，就一样的指令，然后按红色的，是吗？下左下右红色、哦、一模一样。那八神的嘞？八神不是也有下左下右红色？哎、欸、哦。哎、欸，这个是八神吧？天哪！好，来来来，我都叫你出来，要不要中一下？哇！哎、欸，好吧，至少这张还没出现过。哎、欸，有人抽20张还没看到这张的，天哪！下右下左黄红，有需要这么复杂吗？哎、欸，星图剑，我第一次看到他会这么开心。第23抽，下左下右。草货八，真假两个都会出现了。下左下右红，然后呢？下左下右，啊，就是他而已啊。两个都会出现，真的假的？这是我很衰的意思吗？哎、欸，真的耶！好，我都按那么多次了，出现吗？干！八神各一，就是抽不到包子。包子其实还不错哎，就是配那个。配那个什么，配对了，配这家伙了，配这家伙是 C13补满血，59没半张草地哭爆，真的假的？帮你 Q 哭。哇，我不要来创下59说没有任何八神了，然后有一堆奶，不是？哇，这招太神奇了，真的太神奇啦！而且是重点是一堆红丸，你们搞错，一堆红丸。就是一堆红丸跟一堆雅典娜，然后一堆不知火舞，快吐了。哎、欸，我本来想说10分钟就要收台，结果，哎、欸，有了，终于。好，感谢各位。
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哈，我们总共抽了几抽？25抽的样子。对，没错，25抽。然后总共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张雅典娜，1、2、3、4、5、6张红丸，1、2、3、4、5张不知火舞，然后一张金，两个包子，跟一张八神。恭喜恭喜！好，然后接下来我要切另外一个账号了，我先关一下喽。等一下，我先把荧幕关掉。对，我要切另外一个账号。